Então, papa.子健，这是你新画的呀？啊，小虫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给你送宵夜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子健，你画的真好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画。啊，这个多亏了淮安的帮忙。淮安？啊，谢谢你的宵夜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，我怕别人会误会你。好吧。啊，那走吧。嗯。怎么了，小虫？子健，你还记得那封情书吗？那封你一直以为是幽言写的情书，其实是我写的。对，我喜欢你，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了，整整四年了，我的目光从你的身上就没有离开过。可是我当然知道你是那么的优秀，那么的高高在上，你不会注意到我。可是哪怕是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着你，我都超满足。小虫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快要毕业了，我知道如果毕了业，我可能就见不到你了，所以我鼓足勇气写了那封情书。可是阴差阳错让幽言捡走了，反倒你们俩因为那封情书走得更近了吧。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因为我怕我说了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，所以在等，等你能够正眼看我一下。小虫，你别动，抱抱。你很优秀，只不过我确实没办法和你在一起。没事，我不在乎你喜欢别的女人，
你不要再拒绝我好不好？小虫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挂了，你到家了吗？我找到了，我厂来了。我不是让你到了就给我打电话吗？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啊？没事了。哎，来了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嗯，今天加班的时间晚了一点，但是我答应过来帮你画画，就一定过来。哦。我刚刚已经把颜色调好了，你看一下可以吗？很好。哦，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事，想学吗？我教你。闭上眼睛。我以前以为画画的宗旨是传播美，可我渐渐发现它不仅可以传播美，还可以传播爱。就像这次我画画你策展，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能量去帮助更多的人。辛苦你了。嗯，不辛苦，我觉得跟你画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是吗？那我真希望我的手永远都不好，这样你就可以永远帮我画画了。